盖第一个喜欢的人，他的名字叫做一 Johnny， 二 Evan 是谁啊？跟男生啊？那你是不是买礼物送 Evan？ 是送 Evan 吗？啊，就是送 Evan。Evan 是 Evan。啊，你本来不是喜欢 Simon 吗？对。好，好了好了，说句太多。强要打下去哈，等一下打，不能手软哦 ，Sky 哥，因为是自己的妈妈哈，小朋友不可以打妈妈哈，那所以等一下打的时候，喂，会少一个妈妈，给他吸氧。好，请问 Sky 曾经花了多少钱买玩具给心仪的男同学？一好朋友681元，是二712元，三721元，一二三。712元，二号。第二道题目，妈妈常骂爸爸的一句话是：一，你给我滚；二，真是个窝囊废；三，你还是个男人吗？还一个，哦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啊！哦，一二三，请作答。这叫迫不及待，嗯，他等很久了。答对一题了，一分。好，第三道题目 ，Sky 第一个喜欢的人，他的名字叫做一 Johnny， 二 Evan。那你在那里纠正？他纠正你耶，你两丢啦。三阿米 ，Amy 是 Amy 啦，阿米，好，阿米后面，一二三，请作答。中了，中了，中了。Evan， 好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是？你喜欢 Evan？ Evan， 对 ，Evan， Evan 是谁啊？跟男生啊？那你是不是买礼物送 Evan？ 是送 Evan 吗？啊，就是送 Evan， Evan。本来不是喜欢 Simon 吗？对，都是这类的，是黄豪平的。Simon 是，哎，你也知道 Evan 啊？我知道啊，哦，他就拿我的钱去给他的。OK 啦，七二，这小朋友这有时候这礼物交换，好朋友啊，很开心，开心的。好，来，请问妈妈，就是你妈妈，妈妈跟秀琴阿姨。秀琴阿姨，这个阿姨哦，谁比较老？这是什么题？一，妈妈比较老，这是妈妈。二，秀琴阿姨比较老。三，两个一样老。你选择哪一个？说一样年纪吗？哪一个？一二三 ，Henry。他打三，他觉得一样。对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讲，你们两位都是老妹。老妹也是也是。Sky， 你过来过来过来，你看这样看，秀琴阿姨跟妈妈哪一个比较漂亮？妈妈。对。OK 了 OK 了，这句话就够了啦。啊，问不一样的人会有不一样的答案哦。陈琳，秀琴阿姨。跟妈妈，拜拜拜拜，那是亲生的吧？陈丽，那是亲生的。陈丽，你是我的。真丽阿姨跟妈妈谁比较漂亮？妈妈，妈妈有。对啊，当然了，一定是这样。问你不一样的人，有不一样的答案。
小倩倩秀起来跟珍妮啊，他们两个人谁比较漂亮？两个都一样老。最常偷吃的零食是什么？一洋芋片，真好。二巧克力，三糖果。OK， 来，一二三，汉瑞。平常都不让他吃巧克力，那你是不是平常觉得我其实对你不错？他早就怀疑不是你亲生的啦。我不给人家吃巧克力。哎呀，对不对？长颈鹿怎么生出大象嘛？行不行？那好，我有计时啊，预备，起床啦！好，计时开始。出门了，赶快穿，赶快穿，快！欢迎欢迎欢迎！他直接穿外套。董事长，董事长，董事长，快点，你要开会了。盖董，盖董，他真的慢条斯理，很慢呢。还有他的节奏，他很镇定，他不管你，镇定，很镇定。帮妈妈拉一下啦。不要急，不要急哦，慢慢来。你哪急？我哪好？我还有他两巴掌。他手指头跟星星长一样。不好处理嘛？对，好，盖，赶快你，快点脱鞋。这是比赛，是盖。太小件了啦，你们。快穿啦！竟然那么小件。你要跳芭蕾舞啊，是盖？要开玩笑，是盖。裤管要拿出来，你塞到鞋子里面了。他连那卡音啊，卡到音了。快拿出来了，是盖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好疯了！你怎么让你的小孩帮你扣扣子？穿好，扣起来，扣起来，还有两颗，下面要扣好，扣好，扣好，对对对，哇，这一关已经花了大概有一个小时了，哎呦，真的太久，第一关就花那么多时间了，第一关他们用跑马鞋两天后，好，做早餐，做早餐，快点，早餐，来来来，快快 ，Sky 妈妈现在要吃的是火腿蛋三明治，火腿蛋三明治，还有一杯牛奶，火腿蛋，火腿蛋。火腿蛋，妈妈教他教他。还有蛋的三明治，蘸酱。好啊，妈妈还喝牛奶，还有一杯牛奶。牛奶倒牛奶快。吃一半，要吃一半才健康。OK， 好，一半一半一半，一半就一半。时间有抢过来，来来来，赶快。好。来，我倒车入库。哦，哇，这个困难。坐回去，你干嘛？你把它关掉，坐回去有什么用？哎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好，好了好了，出去太多。4天6.14小时4分35秒。
你妈在吃三明治讲不出话，妈妈我给死，他没有办法给你指挥啊。妈妈不能讲话，然后都哭了。你看把姑娘都被搞歪了，真的好。